这是榆钱儿，北京话叫榆钱儿。这只就是毛白杨的杨絮。我门口都是。这就是杨树，毛白杨的雌株。它比柳絮短，上面都是种子。什刹海边上有好多那些高的大杨树，叫毛白杨。我们上小学时候不懂，管那个叫意大利杨，其实叫意大利杨不知道有没有道理。我以前开车老出去走，走那个现在叫一带一路，就是往西边走。我最远走到过意大利的罗马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，走到过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那个叫阿尔罕格尔斯克，是吧？还走到过中东，走到过印度，路上发现新疆这种羊特别多。据说是左宗棠种的，当然还有一种树，就柳树，他们叫左公柳。路上吃的鸡叫左公鸡，现在新疆都叫大盘鸡了。前一段我这院里柳树柳絮特别多，柳絮更轻，飘得更远，比这个早10天到15天。后来就过去了，我以为就过去了呢，但其实不是。上一波是柳絮，这一波是杨絮。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艺神州进顺尧。我祖宗就是尧，唐尧，把那个自己的天下让给舜了。其实舜是一奸贼啊。尧，中国古代为什么种杨树？杨树长得快，它那个几天就能钻起来。杨树跟柳树都是容易，就在我们这个纬度上容易种的树。只要插那儿就活，就是无性繁殖，它用不着公的草母的，它只要往那儿，你插它，撅一叉一插，只要有水它就长，尤其杨树，没水的这都能长，所以在新疆，你只要开车，路边上都是那个杨，那杨树上面树干上还会长出像眼睛一样的花纹，特好看啊，我就喜欢拍那树上的那个眼睛，因为摄影师啊，就号称是世界的眼睛，所以我对眼睛类的东西都特感兴趣。北京现在满街都飞这个，据说还传染病啊，什么哮喘之类的。我就一直老有浓痰，我以为是雾霾，这两天好点，为什么呢？我住的是西城区什刹海，北京城只有现在全闹这柳絮杨树了，这两天因为柳絮我说过去了啊，这两天全是杨树，啊，我住的是西城区，西城区呢就是北京仅有的城中心的一汪水，最南边是南海、中海、北海、什刹海，就我住的这儿，后海、西海，是五个海吧？积水潭五个海是六个海，我正住在这个最中间。所以我写一本书叫《我家住在什刹海》，写了大概20年了，越写越觉得这地儿深啊，不好写。这一带的杨树就飘的这一波杨树的飘的这白毛很少。我昨天看那个《环球时报》说，北京杨树最多的是朝阳区，最低的最少的就是西城区。为什么西城有文化，是最老的区，所以种树可能也比较慎重。另外以前这绿化不错，即使有杨树也是那种毛白杨，那毛白杨是公的。中国我刚才说从唐尧虞舜开始就发现啊，那个公的树它也接那个毛，但那毛我们小时候叫毛毛虫，它是种的啊，公树是种的，它一掉下来就掉地下，它并不飞那个白毛。但为什么现在朝阳区都是那飞毛的，
而这西城区都是公的树，像我这儿公的树，朝阳区都是母的树呢，因为河北省发现母的树长得更快，更容易成材，容易成材长得快，那不是来钱就快吗？所以他们就把这种树种引入飞速发展的朝阳区，朝阳区这最多，你到四环五环越往外越多，但西城少，所以你到西城来看，最近这一段已经没有多少毛了。我再给你看我的房门口，很少，我这猥琐困害的是柳树的毛，你看，已经很少了，这在我这就是算太少了，是吧？柳树的毛数很多，除了柳树毛，还有就是前一段的榆钱儿，我们叫榆钱儿，榆树呢是另外一个树，榆树呢也特好。榆树那个木头榆木适合做家具，但那个榆树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和缺点，就是它特别容易长虫子。如果你们家有一棵树长虫子或生病了，你只要在边上种棵榆树，所有虫子全跑榆树上去，榆树就是那样的树，我就跟榆树似的，长了一个榆木脑袋，所以现在看，即使种杨树，也应该种公的杨树。就是长毛毛虫，那个母的杨树就是长这种轻飘飘的杨絮到处飞的，所以就说这女的轻浮，杨柳是吧，杨柳细腰，小柳蛮腰，但是我们现在不喜欢像我这种榆木脑袋牛逼的公树，就包括撒尿，我不喜欢人家用我厕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不用别人厕所，我一去人家家，人家老说你坐在马桶上尿，干嘛要坐在马桶上尿呢？他们怕我的尿尿在外边，我自己也经常尿在外边，因为男人撒尿是站着撒的，站着撒他们说不该，应该像女人那样坐着撒，我觉得站着撒才有种，有种就是公的，公的就是毛白羊的雄猪，只长毛毛虫，不长轻浮的柳絮。关注唐诗曾实名公众号，你只能去搜索唐诗曾。昨天有人说你干嘛什么什么二维码，二维码不允许在腾讯上边，就不许有二维码，你有二维码就没了，在新浪上即使有二维码，新浪也把你破坏了，那二维码指向其他新浪想让你指向的方向，所以尽管二维码最管用，就像漂浮的柳絮跟母的毛白羊一样，但保持你性格的只有文字，那是公的毛白羊，那是像我这样的毛毛虫。关注唐诗曾实名公众号。